原标题：将将尉迟敬德为何能成为李世民的心腹？三个特点让他站成门神，腾出了舞台上群星璀璨。尉迟敬德以高超的武技、勇敢的精神和忠诚的品质，成为最耀眼的星星之一。他的三个特点不但让他成为李世民的心腹，还成为后世家家户户张贴的门神。尉迟敬德的第一个特点是勇敢，他的勇敢来自于高超的本领。《旧唐书·尉迟敬德传》记载，敬德善解避硕，每当袭入贼阵，贼硕斩刺，终不能伤，又能夺取贼硕，还以刺之。尉迟敬德是马硕高手，他避硕、夺硕、刺硕的动作又快又连贯，往往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尉迟敬德已经一气完成这一连串动作。李元吉也是马硕高手，对尉迟敬德的名声很不服气，找上门要和他比试比试，结果不一会儿就败了数次。李元吉从此以此为耻。尉迟敬德的勇敢更多地表现在战场上，攻打王世充时，李世民在战争的空隙出去打猎，兼侦察敌情，没想到引来王世充的几万步兵，王世充手下的单雄信还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。紧急关头，尉迟敬德赶来，他大喝一声，长槊直奔单雄信刺去。单雄信坠马，尉迟敬德带领李世民冲出重围。单雄信也是当时有名的猛将，却被尉迟敬德一枪刺下马，尉迟敬德的勇猛可想而知。在战争中，尉迟敬德和李世民一个单槊一个单射，长短程搭配非常恰当。武德后期，李建成等人拉拢尉迟敬德不成，就派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。尉迟敬德得到消息，不但不躲，反而把房门敞开等着刺客到来，结果刺客试了几试都不敢进门，他被尉迟敬德吓住了。尉迟敬德的第二个特点是忠诚，对李世民的充分忠诚。他曾经是刘武周的手下，自从投靠李世民后，就成了李世民的贴身保镖。武德后期，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升级，李建成曾给尉迟敬德写信，还送给他一车金银器物，想把他拉拢到自己麾下，被尉迟敬德断然拒绝。尉迟敬德不会背叛李世民，因为李世民对他有知遇之恩。刚投奔李世民不久，刘武周的就部下背叛，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会跟着叛变，就把他关进监狱。李世民放了他，还拿出钱对他说，我不相信你会反，不过如果你一定要走，这些钱就是你的路费，算是我们共处一段时间的报酬。尉迟敬德对李世民的信任非常感动，他不但没有走，反而更加忠诚于李世民。尉迟敬德的第三个特点是心理素质好。玄武门之变，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，尉迟敬德射杀齐王李元吉，他就像李世民的影子，两人配合顺利完成了第一步。之后尉迟敬德又全副武装，浑身是血的去见高祖李渊，他控制了李渊。至此，玄武门之变以李世民的全面胜利而告终。李世民到了晚年，杀兄的影子在他心里挥之不去，以至于晚上经常做噩梦。为了不让恶鬼进门，尉迟敬德和秦琼两人就站在唐太宗宫门两侧，久而久之，两人就成了后世的门神，家家户户供奉。同是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，同样杀了很多人，尉迟敬德没有唐太宗的那些噩梦，他心理素质好，不认为战场上杀人是错误的，他把玄武门之变看成一次战斗，是你死我活。作为李世民的心腹和保镖，尉迟敬德也有让李世民生气的时候。玄武门之变后，尉迟敬德居功自傲，在一次宫廷宴会上，有人的座位在他之上，
他非常生气。李道宗劝了他几句，他不但不听，反而一拳打到李道宗的眼睛上，差点把李道宗打瞎了。这让唐太宗非常生气，对尉迟敬德说，怪不得刘邦要杀功臣，原来是有原因的。尉迟敬德差一点成了刀下鬼，从此老实了很多。晚年的尉迟敬德远离朝廷，远离是非，自己关在家里练长生不老药，这是自保的最好途径。他活明白了，经历是让人成熟的最好方法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